星夢傳奇二學員曬欄首度公開見粉絲，在商場演出和 fans 近距離接觸，大家咁熱情，他們當然有求必應 ，selfie 影完一個又一個。Jasmine、Sabrina 和 Six 在觀眾投票的人氣榜暫時領先，所以輪流上場獻唱。第一次見佢哋，佢跟住仲有名牌嗰啲嘢，真係係咯，冧唔冧珠啊？冧冧。Sabrina 咧？就是第一次，所以就是自己有少少緊張，同埋自己係好開心、好感動，因為冇諗過會有咁多人中意我哋唱歌，真係有咁多人嚟，同埋佢哋啊，真係好熱心、好熱情啊，咯。搞到我哋全部都興奮曬，好驚喜嘅，因為我哋冇諗過男仔都有人嗌，咁我哋對於我哋嚟講，可以話係一個幾大嘅鼓舞咯。你而家咪瞓著都識唱《Candy Bar》啦，係點解嘅？唱得太多次啦，係啊，同埋我哋不停咁樣練啊，個音樂咧個旋律咧係好洗腦啊。Hello， 請注視面前的我，混和甜與蜜，學製出 Candy Bar， 多謝大家支持，辛苦曬。不過最開心的應該是七月生日的 Maggie、阿 Tim 和直頭今天是正日生日的 Jason。咁你哋而家感唔感動啊？感動，超級感動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